大家好，我是 Melody Pole Studio 的 Melody。 有没有听过人家说跳 Pole Dance 都要用很多手力？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不需要用脚只是用手来做的 Pole Tricks。 如果你都喜歡 Melody Pole Studio 的分享，就記得要訂閱我們的 YouTube 和按鈴鐺，這樣有新片的時候大家就不會錯過了。